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晚上好，我是张燕，感谢您准时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好，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金融政策。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中国银行、工商银行还有建设银行进行考察，并且在银保监会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李克强强调说，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注重加强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实行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适时地运用好全面降准、定向降准以及再贷款、再贴现等等政策工具，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为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支撑。要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流动性合理充裕，疏通传导渠道，打通资金到达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要更大力度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着力做到小微企业贷款扩量降本。而就在今天傍晚，我们注意到17:20，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那么在这其中呢，2019年1月15号和1月25号呢是分别下调0.5%。同时呢，2019年1季度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不再续作。那么这次降准将会给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来看报道。就在今天傍晚，央行下调了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1%。此次降准释放资金1.5万亿元，净释放长期资金8000亿元。而就在昨天，央行还发布了公告，调整了小微企业的贷款考核标准，扩大了小微企业的受益范围。这些政策都无疑使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增强了很强的信心。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降准及相关操作净释放约8000亿元长期增量资金，可以有效增加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实体经济贷款资金来源。置换中期借贷便利每年还可直接降低相关银行付息成本约200亿元。通过银行传导有利于实体经济降成本，这些都有利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年初我们出台这么力度这么大的政策，本身也向市场释放了一个坚定的信号。下调了存款准备金之后，那么就是整个来讲的话呢，资金的成本就下降了。那么资金成本下降了之后呢，就可以使它呢能够有更好的条件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还表示，此次降准仍属于定向调控，并非大水漫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降准政策分两次实施，和春节前现金投放的节奏相适应，有利于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保持合理充裕，同时也兼顾了内外均衡，有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专家认为，这次调整来得非常及时。这一轮的全面的降准，针对的就是上一次去年去杠杆过程中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一次的降准，实际上不光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对整个全球资本市场都起到了一个中流砥柱的这么一个稳定性作用。这次的政策调整来得非常的及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应询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有消息称美方代表团将于1月初访华进行经贸磋商，请问双方磋商是否可以如期举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1月4号上午，中美双方举行副部级通话，确认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将会于1月7号至8号率领美方工作组访华，那么与中方工作组就落实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重要共识进行积极和建设性讨论。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由党中央和国务院审议批复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2016至2035今天是正式发布了。那么根据这份规划呢，北京城市副中心呢是位于北京市的通州区，规划面积大约是在155平方公里。这个规划指出，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围绕着对接中心的城区功能以及人口疏解这个目标，发挥行政办公、商务服务还有文化旅游这三大城市功能。是的，伴随着规划的制定颁布，一些关键性的重大工程已经是初建雏形或者是正式启用了。那么下面呢，跟随我们的记者到北京城市副中心区一起去看一看。我身后呢，这片灰黑色的建筑啊，就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行政办公区。就在上个月呢，这里刚刚迎来了第一批
搬迁到这里的北京市市级行政管理部门。那么这也开启了北京市市级行政办公职能由城市中心城区向副中心转移的序幕。未来呢，在行政办公职能疏解到副中心的带动之下，北京市的城市副中心呢，还将承接更多来自中心城区的商务办公以及文化旅游的职能。从行政办公区往西走不到2公里，就来到了举世瞩目的京杭大运河边。这条古时候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呢，已经如今成为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历史文脉传承的集中体现。那么就在这条运河的西边呢，运河商务区正在拔地而起，未来这里将承接北京中心城区转移出来的部分高端的产业，同时也将吸引和集聚各种创新的要素以及资源。在这一次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当中呢，北京城市副中心明确提出要打造一个没有城市病的城区。在交通方面呢，未来绿色出行将成为城市副中心主要的出行方式。这在城市的核心地区呢，将会通过地下隧道的方式来组织交通流量，缓解路面交通的压力。通过对中心城过于多的人口和功能的疏解来带动非首都功能的疏解，那么它的目的呢，就是要缓解中心城的这个城市病，同时对副中心来说呢，也要避免副中心患上新的这个城市病。那么在这次规划当中还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关注呢？一起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此次规划中指出，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硬约束，严格控制北京城市副中心人口规模、用地规模、建筑规模，以舒适宜居为标准，将城市副中心人口密度控制在每平方公里0.9万人以内，到2035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130万人以内，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100平方公里左右。未来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和呢河北的这个北三县实现统一的政策、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管控。如果北京城市副中心再加上这个北三县，它的面积就能够达到2180多个平方公里，实际上呢，对于整个区域的带动还是非常大的。此次规划中要求统筹城市副中心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这将有效避免副中心出现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组建这样的副中心，并不是呢，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堆聚在一个小区里边。那么在这个规划中间呢，是有的多组团。那么这样一个组团就使得呢，我们现在只住一体，产城融合成为一种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划中还明确表示，北京城市副中心将不搞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而这也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和雄安新区的建设当中，明确强调不搞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这有利于呢，在社会上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有利于房地产健康发展。2018年以来，证监会以金融防风险为主要任务，不断的强化监管执法工作，严厉打击资本市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今天下午，证监会发布了2018年全年处罚情况，从行政处罚和罚没金额来看，均有大幅的增长，处罚力度进一步加大。数据显示，2018年证监会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310件，同比增长38.39%，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大。从案件类型来看，内幕交易和信息披露违法依然是处罚重点，全年处罚内幕交易类案件87起，信息披露违法类案件56起，操纵市场类案件38起。此外，证监会还对从业人员违法违规案件、超比例持股未披露、期货市场违法等其他类型案件作出行政处罚。从罚没款金额来看，2018年证监会共罚没106.41亿元，同比增长42.28%，处罚力度继续加大。其中，北八道操纵多只股票案罚没款总额超50亿元，高勇操纵京华制药案罚没款共计17.95亿元，王法同利用344个证券账户操纵股票案罚没款共计13.89亿元。此外，证监会2018年还对50人实施市场进入，同比增长13.64%。在加大市场监管力度的同时，证监会也积极促进金融产品创新。在近日正式批准天然橡胶、棉花和玉米的期权交易，相关交易将在本月28日在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证监会将督促相关期货交易所继续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天然橡胶、
棉花和玉米期权的平稳推出和稳健运行。好，那么接下来再来关注我国探月工程嫦娥四号的消息。那么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的22:22，嫦娥四号着陆器和巡视器成功的分离，玉兔二号巡视器也就是月球车顺利的实抵了月背的表面。那么在我身后这个大屏上的照片呢，就是嫦娥四号着陆器上的监视相机拍摄到的玉兔二号巡视器在月背上留下的第一道痕迹的一个影像图。那么这也是人类航天器在月背表面留下的第一行足迹。我们的月球车在地面的指令控制下向前缓缓地移动，现在月球车的六个轮子全部落到了转移机构上。我们可以通过监视相机传回的画面呢，看到月球车在转移机构上面又行驶了小小的一步。巡体抵达月面，状态正常。随着现场这一阵热烈的掌声，我们通过大屏幕看到嫦娥四号探测器的玉兔二号月球车现在已经完全的驶上了月球表面，这让它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能够在月球背面行驶的航天器。今天月球车的分离啊非常完美，非常顺利。虽然这月球车走了一小步，但是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我认为走了一大步。这一大步呢，是在我们太空探索的过程中，在我们征服宇宙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一步。完成两器分离后，嫦娥四号探测器还通过中继卫星回传了首张月球车的全身像，在其中玉兔二号月球车展现了它在月球背面留下的第一行脚印，大大增加了航天器的可见测控弧段，另外呢也为后续的火星探测和其他的深空探测呢提供了有益的一个借鉴。此后，嫦娥四号着陆器和巡视器上搭载的科学载荷就将陆续开机，投入到科学探测任务中。它可以探测很多宇宙形成时候的一些物理现象，从对月球了解的深度，从科学意义上来讲，我们这次到背面去都是很有意义的。年关将至了，春运即将开启了，过年回家看一看啊，是我们每一个异乡人的愿望。不过伴随着返程高峰的日益临近，回家的机票火车票也是一票难求。记者登录12306网站查询到，热门线路的票源都十分紧张，有些线路甚至刚开售就被秒光。2月1号买到济南的票，但是网上也没有了，网上没抢到，抢到就不过来了。据了解，今年春节较早，又恰逢国内各大高校放假，学生潮和返程的务工人员出现一定程度的叠加，所以热门车次购票难。除了火车票以外，春节期间甚至是春节前一周的机票也十分紧俏。比较热门目的地的机票基本上都是9折以上，甚至只有全价票了。还有就是说部分的航时间的航段只剩下就头等舱了，经济舱可能都不一定会有了。面对一票难求的紧张，不少乘客也选择了曲线返乡的方式，买到北京西，然后提前在石家庄下车，就然后或者少买一站，然后上车补一站的票。像这个2月3号的从我们杭州直飞成都的机票，现在最低价格的话可能已经是1840元了。我们建议就是说可以先从杭州飞武汉，然后再从武汉飞成都，这样这个中转联程的机票的价格可能1000块钱还不到。的确，最近这几天的春运火车票可以说是持续的热销。那么今天呢，已经可以买到腊月28，也就是2月2号的车票了。有不少的热门线路啊，一放票就迅速被抢购一空了。因此呢，各种的这个抢票软件呢，也成为很多人的选择。那么这些第三方抢票软件真的靠谱吗？我们继续来看报道。春运的一票难求，让一些抢票软件从中看到了商机，提供了诸如 VIP 加速包、好友助力等抢票服务，号称都可以优先出票，乘客可以选择花钱购买或者通过社交软件分享链接等任务来获得加速包，提高抢票成功的几率。记者了解到，这些加速包套餐价格都在0到50元左右不等。我自己好像也有弄过这个加速包。有成功吗？有，也有。业内人士表示，抢票软件通过插件或爬虫软件的方式来提高查票频率和验证码识别速度，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高频率的刷票对12306的购票系统也会造成一定干扰，因此使用付费包未必能真正实现加速抢票，反而可能会使购票系统运行更慢。很多这种用户端或者是抢票软件去
通过大量去访问这个端口的话，可能会导致瘫痪。此外，将账号、身份证号等录入第三方平台，还可能存在泄露个人信息的风险。在法律上，目前暂未有相关条例界定抢票软件属于违法。不过，不少抢票软件上的加速包都是默认勾选的项目，存在捆绑销售的嫌疑。而且抢票不成，用户购买加速包的费用也很难退回，白白花了冤枉钱。都会加到20到30块左右。嗯，就是不小心的话就会勾选到，就直接扣费了。对对对。铁路部门表示，目前已经用限制抢票方 IP 地址访问速度等技术控制抢票软件的使用。此外，12306在今年春运首次试点候补购票功能，也将缓解部分抢票压力。在去年底的时候，广州市住建委明确了2017年公寓对个人限售之前批准的那些房地产项目，其中的商服类物业不再限定销售对象，也就是说个人也是可以购买的。那么这个政策调整呢，实施已经是近半个月了，广州的公寓市场销售情况怎么样？一起来了解一下。由于住宅需求大，加上商办类不限购、低总价、精装修等优点，公寓是很多非户籍人士的优先选择。房产中介表示，广州公寓市场松绑后，成交量飙升，开发商也趁机提价。整个中国的房地产都系睇政策食饭嘅，咁250嘅话咧，可能过段时间佢会放到260、270，稍微啲就肯定升咗噶啦。升咗几多？升咗唔一定嘅，睇边个盘咯，基本上都升10%到啦。以广州为例，有数据统计，截至2018年11月底，广州非住宅类商业产品的库存量达333万平方米，去化周期长达73个月，即按近一年的销售速度，需6年才能消化完剩余库存。而库存最高的花都区，甚至需21年半才能消化完。有房产中介表示，此次政策调整主要想改变商办过剩局面。发展商都系引进嗰啲包租公司，即系酒店啊各方面，咁你就起码俾你啲新买嗰啲业主有信心咁样。即系佢冇空置期嘅，你包租冇空置期。但由于目前公寓需要配套的公共设施，尤其是教育、医疗资源较少，不少购房者表示，并不会因为政策调整而考虑购买。公寓呢块嘅话，佢即系落唔到户。係，即係仲有咧，就係小朋友佢讀書嗰時嘅話，佢都即係冇嗰啲學校可以選擇。業內人士表示，目前公寓成交量成倍增長，只是因為基數小，現在已經能夠看到疲軟的走勢。當然啦，呢一波咧就因為之前嘅成交量係相對比較低位運行，咁但係咧經過呢十幾日嘅情況嚟睇咧，咁又即係個成交嘅增長同乏力。發展商咧就加價，因為佢覺得賣得好，咁但係咧加價之後，目前嘅表現出嚟就更加差啦。加價之後，成交量就反而會回落。如今的住在社区里的居民大多都是要给物业公司缴纳物业费的。可是您听说过小区物业公司给业主发钱吗？最近呢，在山东菏泽市的一个小区就在给业主们分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2019年元旦刚过，山东菏泽市金色家园小区的物业公司就开始张罗着要给每户居民发钱。是2年的租赁费，就抽这个1块到这个0.1元吧，发放给咱小区的业主。物业公司分发的这笔钱是小区业主们这2年的公共收益。金色家园小区位于菏泽市牡丹区，因为地上停车位问题，在过去风波不断。乱停车经常堵塞消防通道和私人车库，业主间的摩擦也时有发生。我们业主代表和业主共同协商，跟物业啊，就是准备把这个车位啊，就是闲置这一块儿，给划起来。为解决这一问题，2017年12月，金色家园小区在不影响车辆通行的前提下，在小区内划出地上30个停车位，按每月100元有偿租赁给有需求的业主停车。这一部分租赁费也就成为了小区业主的公共收益。300多户居民，每户都分到了200元。您领了多少钱？这是200块钱啊！中午回去不得加个菜吗？那得加个肉菜。2018年12月，菏泽市物价局、市住建局联合下发的《关于明确物业服务收费相关政策的通知》中规定，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收入，以及车位、场地使用费等收益资金，归全体业主共有。金色家园小区也成为该政策的落地执行者。
小区业主代表告诉记者，下一步准备继续改造闲置空地，再增加停车位，继续提高小区业主的公共收益。事实上呢，早在2015年呢，江苏的苏州就有小区将公共收益以物业补贴的方式发给了业主。在湖南的长沙、河南漯河也都相继出现过类似的消息。在现实当中，很多小区都会把这些公共设施委托给物业或者其他的公司来经营或者管理，但是很多业主可能都忽视了这部分收益。很显然，这笔公共收益的管理和分配不仅需要业主强化自身的权利意识，还要加强对物业管理企业的监督。那么这些收益不应该成为一笔糊涂账，物业给业主的分红也不该只是一个个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刚刚实施的电子商务法。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使用微信的用户已经达到了7亿人，那么其中微商的经营者有将近2000万人。今年1月1号正式实施的电子商务法首次将社交电商，尤其是微商纳入到了监管的范围，那么这给微商和从事代购的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看报道。在经历了5年立法和4次审议修改后，我国首部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也意味着微商代购都开始受到严格的监管，一旦违规，最高可罚款200万元。有工商登记了，它就是一个工商登记的合法的主体。当出现这样事的时候，消费者很容易就找到这些人。不过，新法实施3天，记者却在社交平台了解到，微商代购者开始钻起了政策的空子，各种商品以绘画代替，水彩风格，抽象画派加英文，而且光会画还不够，微商代购们还要会8国语言。当然还需要顶级的文案创作能力。其实说白了，代购这个东西，如果从严格法律意义上来说，它其实是算偷漏税和走私这一块东西的。但是如果它达到一定量的话，它还是会触犯法律。法律人士表示，电商法的实施表明，网络销售不再是法外之地，对商品的线上线下销售实现了平等对待。但同时，对不适用于本法调整的金融类产品和服务，以及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不需要登记的情况，需要多加注意。如果我们不给出清晰的后面执法的案例，就会让人打擦边球，就会让人觉得就是我何必去登记呢？我干脆也当做农副产品，但是我夹带着卖一些百货。这种擦边球的混卖的方式，可能就会是我们未来监管或者产生麻烦的一个地方了。近日，一篇题为《迈瑞医疗强制解约应届生》的网络帖子传遍了互联网，并且呢登上了微博热搜。那么，作为国内医疗器械领域的大企业，迈瑞医疗在业界之内是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由于被爆出了大规模的闪电解约应届生，那么该公司也是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那么，事实情况究竟怎么样呢？目前的进展事态又如何？我们来看记者从深圳发回的报道。北京某985高校应届毕业生小李告诉记者，迈瑞公司的校招进程开始较早，在去年10月中旬，双方就已签订2方协议。此后，公司还希望尽快拿到学校的3方协议文件。最终，在10月底，小李将3方协议交给了迈瑞公司，结果却在12月底被突然告知解约。985像川大、武汉大学，还有北京航空航天，北京理工、西北工业，还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吧，然后这里面的话超过一半吧，大约2/3左右。和小李一样，来自东北某211高校的毕业生小刘，12月23号还参加了公司举办的迎新活动，28号就被通知突然解约。眼下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毕业季招聘已经结束，很难再找到心仪的工作。时间已经过去了，春招的话，估计目测就业形势应该是不会太好。记者了解到，此次被解约的应届生涉及西安、武汉、广州、深圳等地，其中西安地区被解约的人数最多，有104人，比例达60%。因为迈瑞在招聘时宣称，他们今年将在西安建一个大的研发中心，而迈瑞医疗在宣讲会上开出的薪资条件非常优厚，研究类、软件开发类、临床类、硬件类等职位，每月薪资12500元起，预计年收入20万起。流体类、机械类、工业设计类等职业月薪11500元起，预计年收入18万起。对于突然解约，迈瑞医疗今天回应称，公司2018年校招原计划录用学生430人，最终秋季招聘签约2019届高校毕业生485人，其中解约254人。目前公司经营状况正常，
为保障公司持续稳健发展，2019年需要更多行业经验丰富的社招人员来辅助业务发展，不得不做出解约部分学生的决定，将依法解约，并对所有解约的学生支付违约金每人5000元。律师表示，我国的劳动法律法规是从用工之日开始算起，此次学生的解约是一种预约式的服务，这个是一种预约式的用工服务，所以不属于劳动法的管辖范围，应该属于一般的一个经济纠纷。对于多数的这个学生来说，在以后签订这种三方协议的时候要注意违约条款，可以通过提高违约金来进行相应的约定。截至今天收盘，迈瑞医疗2019年三个交易日已下跌6.98%。我们注意到，在2018年的10月30号，教育部就发布了关于做好2019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要求要切实地保护毕业生就业的权益，严密地防范招聘陷阱、就业欺诈、培训贷以及传销等等不法行为。虽然迈瑞的这个解约并不适用劳动法，但是呢，这样一份三方协议真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纠纷吗？这些应届生他们毕竟是放弃了众多的企业选择了迈瑞，但是现在秋招结束了却遭遇到解约，迈瑞可以说已经丧失了诚信，这岂是一句深感抱歉就可以挽回的呢？受到美国苹果公司下调本财年第一季度营收预期的影响呢，我们看到苹果公司的股价是连续的大跌，周四的收盘跌幅更是达到了9.96%，并且导致诸多的供应商的股价也是跟着下跌，进而引发纳斯达克指数一系列主要的科技股下挫，像芯片制造商 AMD 的跌幅也是达到了9.45%。那么对于苹果公司以及市场的波动，马上来连线在美国纽约的路透社记者陈一佳。一佳你好，请你围绕着苹果对这个市场的影响给出您的观察。一佳，孟导你好。那苹果公司在下调了财务预计之后呢，市场做出如此大的反应，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呢很多的人呢在关注啊这个背后反映出的贸易问题对于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呢就是呢资本市场呢开始重新思考就是手机市场，尤其是高端手机市场未来的机会。那我们看到呢有不少的分析师认为呢苹果公司现在呢尤其是 iPhone 的销量呢不佳，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他们的新产品的定价过高，我们看到有更多的一些呢消费者在购买呢低价的一些老的一些款型的产品，另外呢就是呢消费者现在呢更新手机的速度呢正在变慢，那和3年前相比啊，现在消费者呢更新手机的时间呢从之前的24个月已经延长到了33个月，所以跟随呢我们看到已经有不少的分析师啊在下调对于呢未来高端手机市场的预计。那来自于 DataTrack Research 的 Collins 在最新的写给呢投资者们的一个报告当中就提及，他认为呢在超过$700一台的手机市场呢现在基本已经呢封顶，所以呢这不光是对于苹果公司啊，对于整体的手机制造业呢都是一个坏的消息。所以在周四当天，我们不但看到呢苹果公司的股价是遭遇呢6年以来最糟糕的单日表现，在韩国市场上我们也看到像苹果的竞争对手三星的股价是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而整个的产业链呢也跟随呢被降低。那我们看到呢刚才也是说到呢苹果公司的大量的供货商，包括呢 Micron、 Broadcom 等等企业，他们的股价呢在周四呢都是集体跳水，而且呢股价下跌的幅度呢都和这些企业呢对于苹果公司订单的依赖程度呢直接挂钩。除了供货商，我们看到呢零售商方面销售呢大量苹果产品的，比如说百思买的股价呢在星期四的时候也是下跌了超过2%。除了这些产业链呢受到影响之外，我们看到呢投资者们呢也在呢经历呢相对的阵痛，比如说呢持仓2.5亿苹果公司股票的巴菲特旗下的投资公司 Berkshire Hathaway 的股价呢在星期四的时候就大跌将近6%。而由于呢苹果公司除了 iPhone 暂时还没有其他产品。好的，非常感谢一佳在纽约进行的分析和评论。的确苹果带来的影响就像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一项，那么这个影响会持续多久呢？我们还会继续观察。我们视线再转向欧洲，近日欧洲多地呢也是遭遇到了恶劣天气。当地时间的2号，一艘巴拿马籍的货轮呢是在欧洲北海海域行驶途中遭遇到了恶劣天气，导致船上多达270个集装箱掉入海中。那么在3号的时候呢，根据荷兰国防部的表示说呢，
包含有毒化学物质在内的部分落海的集装箱已经是飘至了荷兰的海岸。那这些集装箱可能会对当地的航运安全和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来看报道。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集装箱漂浮在海面上。荷兰海岸警卫队提醒在事发海域附近航行的船只注意航行安全。荷兰政府已经派遣军队前往海岸附近进行清理工作。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在发现有集装箱漂上岸时不要打开，而是通知当地警方或者消防部门，以确保安全。有荷兰媒体报道称，当地居民已经在沙滩上捡到了灯泡、汽车零件、家具、电视、衣服和儿童玩具等各种货物。货船所属的航运公司发表声明称，恶劣天气导致了本次集装箱落海事故。该公司目前已经雇佣了打捞公司前往事发海域进行打捞清理作业，以免对环境造成进一步污染。此外，三号，波兰境内的塔特拉山脉地区遭遇暴风雪，高山地区的积雪厚度最高达到了165厘米，受到暴风雪影响，室外能见度也非常低。而在挪威北部的特罗姆斯地区，近日发生雪崩，导致当时正在这一地区滑雪的3名芬兰人和1名瑞典人失踪，搜救相关工作随即展开。三号，挪威警方表示，恶劣的天气条件和大雪阻碍了救援工作的推进，救援工作者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对该地区进行有效搜索。好的，我们再来关注部分美国政府机构停摆的后续的消息。当地时间的三号，美国新一届的国会呢正式履职。那么在当天晚上，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了2项政府拨款法案，试图结束政府部分机构停摆的问题。众议院当天通过一项拨款法案，维持对国土安全部的现有拨款水平到2月8日，包括拨款13亿美元用于加强边境安全，但并不包含总统特朗普要求用于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的50亿美元。另一项当天通过的拨款法案是给予财政部、商务部、农业部等与边境安全无关的其他部门足够资金运营至9月30日，即本财年结束。但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此前已发表声明，反对众议院民主党人提出的上述政府拨款法案。参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也表示，没有总统的支持，参议院不会对该法案进行投票表决。自从上个月22号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停摆，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多家博物馆和动物园也随之关闭，不少游客表示非常失望。A little bit bummed, to be honest. Tell me why. What did you come here to see? Well, I came here to see the panda bear. It's one of my favorite animals, and I've been to all the other zoo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have the panda.Except for the National Zoo. It took a while to get here, and then when everything's closed, it's just annoying, and it's nothing to do now. 同样受到政府停摆影响的还有多座美国国家公园。由于缺少公园管理人员和营地服务人员，许多国家公园内遍布塑料瓶和垃圾袋，公厕也无人清理。公园内甚至出现了游客随地大小便的情况。虽然一些志愿者自发前来清理垃圾，但收效甚微。目前，包括约塞米蒂、红山以及金斯河谷在内的多座国家公园的部分区域已经暂停对外开放。好的，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国家网信办启动为期6个月的网络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将对各类网站、论坛、贴吧、直播平台等重点环节中的淫秽色情、赌博诈骗、网络谣言等12类负面有害信息进行整治，严厉查处关闭一批违法违规网站和账号，对相关责任人将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明天，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计划，17辆超长版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将首次亮相京沪高铁。此次首次投入运营的17辆超长版复兴号动车组，全长439.9米，载客定员1283人，载客能力较16辆编组提升了7.5%。明天起，海南航空、深圳航空、鹏翔航空等多家航企将暂停收取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进入0元时代。航企表示，此次调整主要与今年1月国内航空燃油价格下降有关。从今年1月开始，昆明规定新增网约车必须是纯电动汽车，燃油车、混动汽车将不予发放车辆运营证。昆明对新能源网约车的续航里程要求最低不少于300公里。这几天，在福建省霞浦县东安水域附近连续出现了中华白海豚的身影。中华白海豚素有水上大熊猫之称，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两年，中华白海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这片海域。日本熊本县3号傍晚发生里氏5.1级地震，震源深度约为10公里。
熊本和福冈两县以及西日本大范围地区有明显震感，一些商铺民宅受损，部分新干线一度停运，约10000人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厅表示，今后一周时间内仍有可能发生较强余震。英国商会3号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随着脱欧临近，英国企业正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报告显示，2018年第四季度，制造业企业中高达81%的企业认为在招募员工时面临困难，这是该调查自1989年启动以来的最高值。据美联社报道，沙特阿拉伯检察机关3号发表声明说，针对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案11名犯罪嫌疑人的首次听证会，3号在利雅得刑事法庭举行，沙特检察官要求对其中5人判处死刑。当地时间3号，美国制药巨头百时美时贵宝同意以现金加股票作价合计740亿美元收购其竞争对手新基医药。根据协议，百时美时贵宝将持有合并后公司约69%的股权，新基制药的股东将持有约31%的股权。该交易预计在今年3季度完成。2号，塞浦路斯一处海岸上演了水龙卷景象，有游客用手机记录下水龙卷的珍贵视频。水龙卷是在水面形成的龙卷风，一般来说它的威力弱于普通的龙卷风，但是会对通过的飞机或船只的安全造成威胁。好的，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经济新闻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是，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说一说云瀑哈。在广西南宁最近啊，大明山在雪后放晴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云瀑的景观。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领略大明山的云瀑的美景。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